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多话，今日又系我为大家介绍大埔区嘅屋苑。我哋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一个私人参建嘅居屋屋苑——新兴花园。这个单位仲可以望到海景添，我哋而家去睇下。新兴花园隔篱就系富善街市，街市连接住富善商场，无论购物、食嘢、生活百货都一应俱全，而且佢仲有巴士总站。去香港、九龙、新界都好方便。新兴花园一共有五座，1986年入伙。我哋而家嚟睇一个424尺两房嘅单位。单位入嚟系一个长方形嘅客厅，厨房同洗手间都归边，令到摆位更灵活。厅窗望出去可以望翻富善村同埋吐露港海景，十分之开扬。细睡房间隔是长方形，所以就算好像业主咁样 L 型咁样摆咗两张床，依然有位可以摆到衣柜。大睡房入边都好阔落，摆完双人床之后，仲可以买埋大衣柜，依然仲有好多空间。厨房嘅面积都唔细。亦有足够嘅橱柜可以储存物品。洗手间而家系旗杆设计，干湿分明，仲可以放埋洗衣机。睇完影片，如果大家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其他楼盘兴趣嘅话，欢迎攞翻我，多谢各位。